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，又到了1月1期的营收月报时间。开头一样惯例提醒，影片简介栏中我其实都有注明过了，但还是会有人写信来问我，数据都仅供参考而已。尽管是知名的第三方公司，也不过是透过算法去估计的，所以不会有 100% 精准的数字。外加不少厂商为了逃避抽成，都会搞出很多小手段，重点就是看涨幅趋势，还有社区的经营状况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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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最后讲一下，我不是任何厂商的代表，游戏关不关我无法决定，每间公司的停损点也不同，所以如果你来问我，我也只是透过历史的数据脉络去推测一个结果出来。如果想要完全零风险，我建议的话是干脆都不要碰，或者去买单机游戏，又或者看别人直播玩给你看。当然正常的游戏公司都一定会希望保持获利持续营运，但长期赔本或者根本不赚钱，除非家里有矿，不然想要厂商做慈善也不现实，甚至有些根本就不是要做长期的，只是割一波就摆烂跑路了。这类厂商我也讲过很多次了，要各位谨慎避开。那信与不信还是得你自己下判断，但娱乐终归只是生活中的调剂品，别为了捡芝麻丢了西瓜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